那这个节目我必须要讲一件事，你知道，就最近在研究我们的网络啊，我们 YT 不是都会播我们一些幕后花絮干嘛？我们三个超不重要，你知道，我们整个网络体系就是靠圈圈跟花花在撑。也没有。你知道呢？他们只要是哦 ，YouTube 那个标题只要写双美，好、哦、两美，或是圈圈，或是花花有他们名字的，即便他们就在那游泳池也没在讲话哦。就是在那边滑啊滑啊滑，然后旁边都在录影，摄影机也不拍，就一直单看他们两个，动不动就三五万起跳。哇！然后我前天出班前，我在看一个用王仁甫为标题的，大概才3000而已。那真的差很多啊！我以后都要黏着他们。你要脱了，你要脱了。我要脱了，我要脱了。开玩笑，我们现在有他们两个，我们网络流量也是很猛的。我跟你说，就弥补了我们三个完全没有网络流量。为什么这样？